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俺今天来跟八哥玩一玩这个心跳嘴立方困难版大老局。相信咱们的很多小伙伴，那别说大老局了，那就是困难局，他也不敢看呢。咱们今天就带小伙伴们来挑战一下什么是困难大老局。哦，这位同志好像有话要说。哇，这又是……啊，不想听，咱们开始比赛吧。游戏的一开始，咱们要首先确定这个水坑的位置，先找片区域较大的地方，哎，往中间漂移总会看到水的，哎，就是这么轻松。成功啊，怎么这么快啊？八哥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等一下也不会再见了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开始挑战第二关。啊，这第二关，哎呀妈呀，这个水坑在哪儿来着？这有点不好看呀，兄弟们，从这边绕一下。哇，这个位置好像比较宽。哎，不要慌，找缝隙，找缝隙，找缝隙，找水。啊、哇，下半身已经感觉不到任何的知觉了呀，兄弟们。哎呦我的妈！遇到这种过不去的时候，咱们一定要记得去找它的对角。哎，刚刚那边远，那这边就哎，这不就近了吗？什么大师？叫小王子大人，这就是小王子。哎呦，我丢，这一关啥呀？这一关啊，气死了！看上去有点不简单呀，兄弟们，有没有水坑？看到水了吗？哇，给我！哇哦 ，MVP 理所应当。喂，兔八哥，你干啥？就差那个一厘米。哎呀，没戏没戏啦，放轻松，放轻。啊！这啥呀？这一关，这是给人跑的吗？这是给人跳的吗？好，没有关系。来，我们先开始挑战一下。啪！当场去世，没有关系。第二次一定比第一次有收获。走，兄弟们！啪！好家伙，又去世了。第三次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个结果的。哇，兄弟们，难道这一波就如此简单的过了吗？哈哈！哇，好难呀，兄弟们！既然这个关卡这么不简单，那我们就只能用不简单的方法了，兄弟们！呀，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咋就过了？哎呀，这方法还没用呢！哎呀，有些人这努力冲向山顶，而有些人生下来就住在山顶，啊，那个人就是我啦！哎呦我的妈！兄弟们，告诉我山顶的风景好不好呀？哎呀，这一关不就是封面那个关卡吗？有多难？让我瞅瞅。哇！啊、真的好难呀，兄弟们，你们刚刚看到我是怎么过的了吗？我一跳下去他就过了，好家伙。哎呀，这一关是啥呀？哎，这么简单呀、啊、这一关。那随便过、啊、我去，哇，你这种垃圾关卡竟然敢拦住我这个跳水小王子默默，你给我中、哇，原来兄弟们最难的关卡是这一关呀，想不到小丑竟是我自己瞄准。哎，跟你开个玩笑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兄弟们。哎，高手的世界就是这般的朴实无华，兄弟们，我赢了，哈哈。八哥在哪？哟，八哥还在第一关呢。